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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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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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今天讲大日经书啊，大毗卢遮那佛成佛经书啊。还是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，这个端身正坐。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啊，以重法故。接着我们就讲大日经书。在正式在讲这个经之前呢，我再次提醒一下啊，就希望普天之下所有的佛弟子都知道，自知令他知，知道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什么是佛的正法？因为所有外道说，也说他自己的法是正法，对，那所以不正的法也都说他自说他是正法。但是什么是佛的正法呢？有佛界，有佛界的法称为正法。什么叫有佛界的法？也就是说，你不管你修什么法啊，那不管你是修的是净土、禅、密宗。啊，或是唯识啊，等等，任何法，你如果同时也受持佛的佛戒啊，那么你那个法就是正法。如果你不管你修什么，你修禅定、修念咒啊等等，但是你没有持佛戒，那你的法就不叫做正法啊，那就是可能是世间法，可能是外道法，但不能说是佛法，因为要有佛戒才得称为佛法啊。有佛戒就是正法住世啊，如果佛戒亡就正法灭，佛戒亡正法灭。所以等到佛早就受记，等到末法的最末的时候，那法的情况怎么样？只有这经书都完了，都没了啊！不晓得怎么搞，就是没了。哎，那说这经书都将印那么多，怎么会没了？它就是会没了。比如说，你看从中国历史上看，它不就没有了吗？那你再看印度的历史，你看佛教从印度出，你去印度还找得到佛法吗？找不到。你要找佛法，就只好到中国或是中南半岛或是日本、韩国去找。印度已经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佛经了。那些不要说是梵文的没有，什么文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不可思议，众生业力不可思议，连一本都找不到。啊，所以现在的印度人想要学佛法，还只得到台湾来学，哎，因为台湾有最多的正法，哎，最多最正的正法。其他各地所不能比，哎，这个是台湾最后一个这个大圣正法的最后据点，哎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护持，不能让它沉掉了，沉掉了，整个大圣正法就亡了，正式就亡了，啊，其他也有这大圣法，但是都已经有相某些程度是相当程度的。不一样了，虽然台湾的政法也在大肆的改变它的性质了，也已经开始在改变性质。那我听说那个有人说新加坡也有佛法，但是啊，但是那佛法的性质也是大为不同了啊，所以这是很可悲的。所以你看看这短短的几十年啊，那乃至于你说几百年以后，
那恐怕真的就是无，就是没了。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？出家人只有剃头披袈裟，啊，连经也不会念，没有念，没有经可以念了，啊，没有法可以修了，就剃头披袈裟。那这个有如什么呢？这一点都不惊讶，这有如这个甲午战争以后，台湾割给日本，对不对？然后日本他们虽然也是有佛法，但是他们的佛法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然后那台湾本来也有像大陆，在割给日本之前也有像大陆一样的佛法啊、哦，可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他就要管制，而且哈、哦、不希望你发扬，所以不希望你扩张，不希望你发扬，所以尽量的压制。那希望就是学他们日本的方式啊、哦，那结果影响所及啊、哦，就是几乎因为你要去登记，你知道，否则你是非法的，所以当时就有登记的什么，就大部分的那个台湾残留的佛法道场啊。就因为这个日本人不欢迎你念汉文书，念汉文的经，你要念日文的，然后照日本人的方式，所以他们在道场修行就只做什么，就吃斋吃素啦，他那个斋是指吃素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的道场叫的那种教叫做斋教啊、哦。这斋教是什么呢？斋教是一个偏名，他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龙华教。龙华教，我推他的意思哦，有点像什么？我想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嘛，啊，所以龙。那华呢？中华不用讲了，所以他的意思要意涵就是说，我们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教，可是已经是最少最少的了，就是他只是吃斋。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说，出家吃菜，有没有？出家假菜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出家做什么？就是吃素而已了，其他有什么事？没事儿，其他就没事儿，因为没有经典可以念，那你的经典都是非法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，你懂吗？然后中国历代乃至于近代也都发生过这些法难的事情啊，对，所以这个正法这个灭亡啊、哦，但是台湾哈、哦、这个法目前的法，我把它称为流亡，没有灭亡，是流亡到台湾来，那剩下这么一点啊、哦，但是却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乘佛法，一切。所有世界人士想要学大乘佛法，那就台湾是最好。我到别的地方去，那人家听到说我是台湾来的法师，都举起两只大拇指说好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法也一直在变质了，我应该这么说啊。如果那电子或是随俗了，或是俗化了，我如果不说堕落的话，啊、哦，也是俗化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跟世俗已经有点挂钩或是夹缠不清了，所以佛法已经很混杂了，尤其是密法，这个密法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己封的阿舍离，自己封的金刚上师。然后自己创的这个密法，那么一点点法，他就把它无限扩大，用几百万倍的放大镜把它扩大，他一点点法就变成是，他就是一宗的一个密宗的一个传承这样的，很多这样，所以而且这种人呢，多半都不持佛戒，而且大半都是白衣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警戒大家，你如果真的要学密法，那你一定要找一个有资格的、有传承的、正式传承的，不是自己说的，而有证书的啊、哦，叫他把证书传承表拿给你看，
还等等啊、哦，那然后你最好是跟他，他说他是，比如说他说他是高野山的，那你说师父可不可以请我，请你带我到高野山去，我们去参拜一下，那就弄清楚了，那如果说他说我是智山派的，那就好，那你请师父带我到智山派的那总本山去参拜一下，那就行了，那你还可以问他说智山派的总本山在哪里，然后这个主持是谁啊等等，那你在哪里修法等等啊，要搞清楚啊。所以要有佛戒才是正法啊，正法住世就是佛戒存在，那所以啊，因为这个你修定修慧乃至于知解乃至于得到一些神通，这外道都有啊，真的不能说他就是佛法，可是常常他有一点点灵验啊，然后就说他是佛菩萨再来啊或什么的啊，佛菩萨的化身啊等等，好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老实跟你讲，《易经》上讲这个末世的众生说他是佛菩萨再生，或是或是再来，或是化身，乃至于是哪一个祖师，他前辈子是哪一个祖师啊，那个都不可以听，那个都有大妄语的嫌疑，不只是嫌疑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甚至于若依五戒相经讲不妄语的这一条，那就已经犯了妄语。啊，因为什么？如果他是佛菩萨化身的，他不会把自己说破。他说破了，他就必须要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免得信徒都来拜了，然后就跟名利挂钩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的，他就有用那个化身的名来谋名谋利啊，这样子，所以。一讲完了就马上要走，当下就要走，不是说我今天讲明天再走好了啊，让我讲了很累，说明天休息一天再走就不行，马上讲就马上走，讲完就走了啊，不停一刻这样的。那如果讲完了还在继续这个度化众生，那就是有问题了，那这是第一条啊，就是正法，就是有佛戒的法叫做正法。那么正的密法也是一样，一切修密的人没有豁免权，于戒法，甚至于我这么说，所有大圣十宗、小圣很多，这个二十几个这个部派佛教也都要持戒的，大家都共同必修科，没有能够打折的，也没有优惠的，也没有说因为你持咒比较厉害，所以你可以少持一些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子，然后你修定比较厉害，你有比较定力，所以你超越了戒律，所以你可以少持一些戒，没这回事。你也没有因为你习禅，那你开悟了，你比较厉害，所以你超越了佛戒，所以你可以比较潇洒，不理那一些戒律，也没有这个，我很正言的告诉你，所以你自己去取择。我现在跟你讲很明白啊，所以禅净密律都一样，不管是哪一个宗派所持的、所修的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所持的佛戒都一样，一条都不能少。他如果是出家，一定要守250戒，男众，女众一定要守348戒，然后当然还要守菩萨戒，那菩萨戒是依梵王戒，男女众都一样啊。如果有少一点点，那这一个善知识就不是善，就不能称为善知识，你就要小心，他就别有意图，他就不如法，他就有谋财谋利
谋民的嫌疑，那乃至有更坏的事情呢，谋色，对，所以你自己要小心，你自己要小心，自求多福，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然后失了身又花了钱，那你，我现在讲了，你如果没有听，没有福，没听到，那没办法，你听到了，你又不信，你说没有啦，我们上司或是我们师父是非常好的，他都是为我们好的，好吧？那就最好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最好了，好吧？所以总而言之，一切修行者，他必须要依于如来戒律为根本，这个是大家的根本，根本平台。那其他你各自特出各自的法门殊胜都可以，但是共同平台就是佛的戒律。出家一定要守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、三坛大戒，在家一定要至少守五戒，但是如果他是传法的人，应该也要守菩萨戒，在家菩萨戒才堪传法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。所以其他的都是借口，其他的都是借口，他讲说我可以不要这样，我可以不要那样，那都是借口，那都是虚妄的，狂惑他人，好。所以第一条就一定要有佛戒，第二条不论你是习禅还是修密还是念佛持咒等等任何法门，对于如来的戒律都没有豁免权，叫一律全部摄受，也没有优惠，如果不是他就不是正法，就这么讲。不管他修什么，你不管你跟他学什么，那你如果他不持戒，那么你所学的就是邪法，不是正法。因为当今之事这个特别乱，那怎么样拨乱反正，怎么样识破一切不正的法、邪法乃至于恶法，就看戒律，就看他这个戒律都是要做的，不是用说的，对不对？就看他传法人有没有按照戒律做，就这样。而这个戒律呢，是包括了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、言语行动以及教授，全都含挂在内。这个所谓法网睽睽，疏而不漏，那现在是讲佛网睽睽啊，你逃不掉，一点都没有漏洞可以抓，所以你自己想要学佛法很好，但是自求多福啊！你要认清楚，你学是学对了，学错，学错了，我跟你讲，学错了不如不学，学错了越学就越糟。那学错了，学的学法，学的越多，修的越多，你是越糟，你就堕落的越快。乃至于让你的身心、智慧、善根全都败坏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都还自以为你在学佛。然后你嘛，我就这么说，台湾即刻开悟的那个人的弟子，不是都觉得自己在学佛吗？那大陆有一些就是说被政府禁绝的这个。团体啊，然后他们也都认为自己在学佛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这个附佛外道、附佛法外道，都自认为是正法，而且他们还认为说他们才是正法，你懂吗？你看，很好笑吧？就是讲众生就这样子，很奇怪。为了什么？你知道？为了自己愚痴还有贪爱，
为自己谋利，想尽种种办法，种种办法的原因 的目的就是要挖你的口袋。第一点，第一个要挖你的口袋，第二个要脱你的衣服。口袋挖到了，那么衣服也快脱到了，这样。但是你如果只是被挖口袋就还好，脱衣服还没关系，脱裤子才严重啊，我不能不这样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被脱裤子的时候，不要认为你很有福报，这个师父脱你的裤子，很瞧得起你，好吧？还跟他顶礼嘞，对不对？感谢师父这么疼爱我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这样讲，真的，这末法时期，因为学宗教学法而失身的人很多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没有受到性侵害的人很多啊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自己愚痴愚昧，然后也贪爱，你懂吗？贪爱他师父的境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师父耍一些出来，然后这个眼睛就跟他的耳朵就跟哈巴狗一样，这样的。台湾话说，有人告诫我说叫我不要讲台湾话，我偏偏要讲啊，这耳朵卡起来卡起来啊。因为我是台湾人嘛，你怎么能禁止我讲台湾话呢？对不对？你又不是以前的国民党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讲台湾话，讲一句要罚10块钱，对。啊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以台湾人为荣，对，因为台湾有很多奇迹，对，台湾的佛教就是一大奇迹，对不对？陈观法师的法是这一个奇迹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以此为荣，所以我不能忘本，所以你不要叫我不讲台语，我讲台语已经很少了，我讲了会稍微这个解释一下，所以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啊，你有听经的自由，我有讲法的自由啊，好吧，所以你们打电话或是传真或是 email，不要再提到这一块，提到这一块就是干涉我的自由，我不欢喜，好吧？好看，那就好像，譬如那个释迦牟尼佛，你叫他不要讲梵文，你说佛祖你应该讲中文呐，尤其要最好讲我们的北平话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吗？愚痴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经题。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书，你要在成佛经书那里，它整个名称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，全这个经题全称是这样子，但这个经本里面没有这样把全称写出来，解释一下这个经题啊，大就是广大，广大到什么地步？广大到无边无尽，这个大。所以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境界是无边无尽的啊，所以称为大啊，大而无外啊，大而无外，小呢小而无内，对，怎么叫小呢？最小就是小而无内，没有里面了，那个是最小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怎么样叫大呢？大而无外，已经没有外边了啊，那就真正的大。那佛的大就是大而无外啊。毗卢遮那是梵文的梵文，歪罗遮那啊，歪罗遮那。然后梵文是这样写，歪罗遮那，它的意思呢，日光遍照，日光遍照的意思，所以。我们中文又把它简称为大日的意思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的原因在这里啊，因为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啊，所以毗卢遮那佛又称为大日如来
哎，的原因也是这样啊，大日如来，所以不是有另外一尊佛，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这样的，只不过我们显教里面就只称毗卢遮那佛，然后密教里面常常就用他的这个译的翻译，这个毗卢遮那佛啊是梵文的，翻他的音，毗卢遮那佛是翻了梵文的音，然后大日如来是翻他的意思啊。不过我们显教通常就都只称他用他的音译，就毗卢遮那佛啊。然后密教通常都简单的称大日如来，就用他的意思，这样又好念也简单。但事实上是就是讲的是同一尊佛啊。那毗卢遮那佛大家都知道是佛三身的法身佛，对不对啊？法身佛就是最高的佛啦啊。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，报身佛是卢舍那佛，化身佛是释迦牟尼佛。那这不只是名称不同啊，他所现出来的，就是示现的，他所现出来的那个体也不一样。法身佛是无量无边遍法界身，所以叫法身佛啊。报身佛是几十万游巡，很大很大的大身啊，那只有谁可以看到？只有十地菩萨可以看到。这个佛为了慈悲，然后在阿迦尼匝天现几十万游行的大身卢舍那佛身，为十地菩萨说成佛之法。十地菩萨准备成佛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卢舍那佛现那个大身给那个大菩萨看，然后为他说法。那你说，那为什么不为我们也现那样大身？他现那么大身你也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就好像蚂蚁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好像蚂蚁，然后那个卢舍那佛就好像格列佛，格列佛有没有？那个大小人国那个格列佛，那我们好像小人国那个人，他的一个大指头的指甲就比那个小人国的人还要大，是不是？那所以那个小人国的人啊，小人国叫 Lilliputian 啊。小人国的人啊，那 Lilliputian 看那格列佛，他看得清楚吗？这个不知道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就看了一个巨大的怪物嘛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我们如果真的我们看到卢舍那佛，我们也看不清楚。我们一个小蚂蚁，那看这怎么看得到？对，啊。所以，那因为十地大菩萨这个。当这个佛现这个几世游行的大身的时候，这十地大菩萨他自己也现大身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能看得到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现大身讲大法这样的啊。然后，那我们众生因为福报差嘛啊，所以根器漏裂嘛，所以不能现大身，所以佛就现跟我们一样的丈六金身这样的。就是丈六金身，可能换成现在大概就是180公分左右啦，啊，就要化成佛，啊，那你说，那这三身佛，这一样不一样一尊呢？一样也不一样，对吧？因为都是示现的，就好像我问你，这个白衣观音、千手千眼观音。准提观音啊，他们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也不一样嘛。这个本尊是一样的，示现的时候不一样嘛，对不对啊？化现的时候不一样。那为了众生，为了度众生的方便，化现不同样的身啊，这样。所以，譬如遮那佛，他是遍法界、虚空界啊。的大身呢、啊，那只有得到是所谓的法身大士才。
才能看得到。那但是佛慈悲嘛，就也现出那个像给我们，我们也知道，在密教你要学密教才知道，是毗卢遮那佛长得什么样子。那虽然我们中国大圣佛法里面，然后一天到晚在念供养词的时候，供养词怎么念？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对不对？天天都在念，毗卢遮那佛长什么样子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啊，我下次拿给你看。那或者这样子，你来参加灌顶法会，我有一只有一幅3公尺的毗卢遮那佛像，要挂在那个灌顶法会的现场，哎，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不同的佛，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，就这么说了啊。只是化现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卢舍，这个毗卢遮那佛是讲最近最究竟的法，那卢舍那佛讲的是通常是戒法啊，戒法。那所以梵网经菩萨戒就卢舍那佛所说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持戒得善果报，对，乃至于持菩萨戒得到能够成佛之报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报身佛所说啊。那么毗卢遮那佛就广演诸法啊，这样的。那卢舍那佛就讲一切最深的法，最深最密的法，最深最密的法，那就是像这个大日经啊，还有呢楞伽经，也是楞伽经称为此经是法佛所说啊。法佛就是法身佛，所以楞伽经也是法身佛所说。那顺便还厘清一点哦，一般的大乘通教里面讲说，尤其是禅宗啊，讲说法身无相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法身又无相，所以啊无说无事，法身无说无事，那个是显教里面，因为。毗卢遮那佛他所说的法是密法，已经超过了显教的范围，所以显教里面就没有收录啊，录 record 哈，录没有收录。然后显教的这个修行者呢也听闻不到，因为要有密教的因缘的修行者才能够听到看到乃至于受持啊。所以传统就讲法身佛无说无事啊。那事实上法身佛有说法，法身佛说什么？说大日经，还有说哪一个？华严经。华严经也是法身佛的境界，所以里面都讲毗卢遮那佛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啊？所以这华严经是介于密教跟显教之间的一个桥梁啊，这样的，是它是密教，是显教的巅峰，然后接续到密教，所以你要通达密教，一定要修习这个华严经，以及华严法门啊。那你如果学密教而没有看过、没有读诵过华严经，你不能称为真正学密教。因为我跟透露一点，这个真正这个密法里面的法本啊，很多的都出自华严经，很多那些法本的那个经文啊，有经文的部分以及内容啊，很多都是华严经的。那再进一步讲，这个华严经是毗卢遮那佛法身佛的境界， 对， 对，但是常常他讲的人是谁呢？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成佛威神从坐而起，然后就讲了，因为佛加持力，所以他讲出下面这一段经文。
那佛没有加持，他也不能讲，不但不能讲，他也不会从座而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？佛没有加持，他起不来啊。哎，是真的啊。哎，所以佛加持力，他就自然就起来了，以佛力所持故，所以起来。起来以后，然后问世尊，乃至于跟这个世尊说，我现在想要讲一些什么事情，修行的事情来利益众生，可不可以？那佛就说可以，现在是正是时候，你就讲。哎，就很多的华严经里面经文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是什么？等于是说佛的代言人一样啊。然后讲，因为那个所讲都是佛的境界，普贤菩萨也没那个境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虽然普贤菩萨已经如佛了。如佛，好像佛一样，可是好像佛不是真正就是佛了，懂吗？不是即是佛，哎，所以处处也都要成佛为神，哎，所以我说嘛，那个楞伽经就讲说，假如这个世间众生没有佛力加持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修行，乃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得佛语，哎。更何况乃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所说，哎，你能说一定是要有佛力加持，那你说那如果没有佛力加持怎么样，那你就会乱说，你说了都不对，或是常常不对，常常不如法，但是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一直在造业。那这个中间差别在哪里？就是信敬这两个字。你若对如来跟如来正法有信敬之心啊，那么你就得佛力加持。那什么是信敬呢？信佛敬佛，信法敬法，这样子堪为法器。那所说通达，这样子，好吧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跟你们讲的，这都是很实在的东西。所以你不要说。期望这个你学了这个密法，听了这个大日经以后，就一步登天了啊？没有，这个基本的那一块砖一块砖的从地基慢慢垒起，哎，从信境开始垒起，从信境，然后发心想要消除自己的恶念恶业，这样来做。好，那这样就是真修行了啊，休息一下。